观众朋友们，第六届环球拳王争霸赛男子80公斤级的比赛开始啦！红方是武林风的中国勇士，绰号死神方贝。他在武林风的比赛当中，这是他第二场比赛。他在前十九场比赛当中，19场全胜，并且又死 KO 对手。而他的对手是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，叫埃德加。埃德加今天从第一季度来看，还打得有点紧，从大箱子过来的啊。他参加过34场比赛，31胜2负1平，在美国获得了泰拳比赛的冠军 WBC。我想他在第二、第三局能比他第一局会打得好一点。他尤其是第一局这个一开局发现那个下劈是他的害怕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方面最擅长的就是他的下劈腿。他的一旦给他个机会之后，看转身后蹬，但他最擅长是下劈。看来了吧？但是他和刘海龙的刘腿习惯还不太一样。现在啊。这个死神方面他在比赛当中，打得比以前更加的那种彪悍了。他在比赛的控制能力是极强的，他曾经在全国武术三大，他的控制力是极强，他会根据不同的选手来使用不同的战术。你像这个埃德加，这个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双重国籍的埃德加，这个混血儿嘛，因为他这个上肢力量比较强，而且是练泰拳的，这地扫腿的能力很强，叫他控制你，让你扫步。你像这个埃德加的猛力往前逼，但你要逼的情况下，要小心方便的杀手锏，他有转身的边拳和下劈腿。因为这个地扫腿它太低，现在方便想借腿摘比较难。这是方面准备要下劈了。现在方面不给你拼拳，一看你拼拳出那么猛的情况，我用那个撤踹啊，转到后蹬，来控制一下的。这就是经验和能力。你看他停住了，在提不着地方呢，我突然一个近身，我比赛时间马上要到了，他跟我这么打也没有任何意义。观众朋友们，第六届环球拳王争霸赛男子80公斤的比赛开始了。这是由鹤壁奇水酒业提供赞助。红方是死神方面，是他的第20场比赛。而蓝方是美国和哥伦比亚的混血儿埃德，所以他的出场是，前面打的是美国国旗，但他身上披的是哥伦比亚国旗。他要向人们展示，我是个混血儿，我有双重国籍。这名这个选手，虽然在美国获得 WBC 的这个世界泰拳理事会的这种冠军，挺硬，就是他的这个摆拳力量很大，他的。说要让方面把头抬起来，他说这个方面用头碰对手了，但是我认为方面在这一局比说要是眉骨要是有伤口吧，拿凡士林一抹都行了，但是鼻子你没法拿凡士林堵上。好了，比赛继续进行。那个美国的这个埃德加，经过这短暂的医务监督进行了对他这个鼻子进行处理之后呢，继续比赛。但是对他的呼吸造成影响，因为毕竟他的血一直在流，要用这个棉球来塞入他的鼻孔。那只能靠这个水来进行呼吸了。最后对他的呼吸进行了一种阻碍。
这是典型的泰式的一种摔法动作，在我们比赛当中是不允许使用的。死神方面，这是他的第二局比赛，比第二局比赛时间到了。第六届环球拳王争霸赛男子80公斤级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。红方死神方面，蓝方是美国和哥伦比亚双重国籍 S 奖。现在这个死神方面在第三局要发起猛烈进攻了，他不会再给对方任何的机会，他就用侧帅腿封住对方，不让对方近身，然后再要利用他的后手拳要说话了。现在方面一共利用这种移动的方式是不对的啊，那么不要跟对方打这种近战，要拉开距离用腿。像方面这种右侧有点想下潜这动作，对方一个摆拳下是非常危险的。因为这个方面正在等对手起腿来接着摔，来来你来，我还接着摔你。然后他利用一下方面跟孙生说，利用他的这个前手的摆拳击打对手，因为你不是这个靠这个后手的摆拳吗？我用前摆拳打你。所以方面在比赛当中，他的控制比赛节奏是很强，他不给你拼力量硬碰硬的打，他溜你一会儿，通过移动，只挨个家你打不着我，最后就是打急了，而且你还浪费体能。而这个方面利用这种移动来找机会，这是他发起猛烈的进攻。